姓啥？姓吴啊。姓吴，国语叫做吴增强，安尼无真强。嘿嘿，鸟啊，我甲你讲无，咱这边租厝哦，风水宅地理好，招弟啊拄拄搬转来随有心啊、哦。嘿，虽然讲咱即马咧行衰尾运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这金笋生落了后，所有衰尾运拢去了了啊啦。这叫做啥？你知影无？搬一倒捡到金鸡母，对无？啊，那即届吼，我是内功外功同齐做，大代志过面啊、哦！看杜甫怎么提声跟我比啊！嘿，啊，拄则才甲人起屁面，讲无爱对人门口定过，啊，即马又搁要过啊？啊，一条换一条无共款啦，莫搞搞做伙啦。嗯，煞毋知要搁去干去啊？啊，敢着爱急要即时？明仔载再去干袂？这，这个金孙吼，一定要学一个较赞。我叫做吴振雄，我振雄，吴这个孙一定比我较强。吴振雄，我振雄，赞！怎啊？怎啊？哎呀，我咧看就真痛啊！金孙的名我好好啊啦。嗯，啊，袂将出世咧好名。嗯，啊，新好新名，万好好一个衰尾名。你看，我叫做吴振雄，我真雄。啊，那我这孙哦，一定啊比我较强，所以叫做吴真强，真强，袂歹吼。啊，你姓啥？姓吴啊。姓吴，国语叫做吴真强，安尼无真强。